一首《女人的苦》送给直播间里面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你们能喜欢，谢谢。女人多么伟大的两个字，女人想要的很简单，我们只想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可是在这个社会中，有多少个女人被无情的伤害，一个女人希望愿意等待陪伴着你，男人说你等我，我会努力给你幸福的，男人们，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女人这一辈子最值钱的是什么？是青春。几年过去，你们身为男人，狗屁都没有做到，还是在原地的踏步。如果你身边的那个女人离开你的时候，如果你说她是骗子，那我告诉你，曾经说陪她到永远，可是现在要转身离开，是个人都明白，你们男人才是骗子。可是这个女人不会说什么，她只会默默地离开。可能在你们男人的心里会说，她是个拜金的女孩，是为了金钱。但我告诉你，在你最苦的时候，这个女人再次回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会懂得天下间的女人不是为了钱，这个女人可以陪你过一辈子的贫苦日子。可是身为爷们儿，你们真的让自己的媳妇陪你在一个不足40平方米的地方住一辈子吗？不能。女人需要的并不多，只是希望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永远的幸福。可是你难道真的让他过一辈子的苦日子的吗？身为女人的我们，又凭什么和你过上那样的日子？你当初的承诺在哪里？一个女人想要的并不是房子、车还有金卡，而是需要一个男人好好的爱她，无论什么样她都会跟着你。可是身为爷们儿的你们，不能把这个理由当做你们颓废的借口。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会苦到自己身边的那个女人的。如果有一天你成功了，我告诉你，忘掉什么都不要忘记，当初是谁陪你走过最难的路，是谁在你最难的时候还继续照顾你，陪伴着你。男人想要感动一个女人，只需要一个短短的场面而已。可是女人想要感动一个男人，却要用她一辈子去付出。一个女人最伤心的，不是男人会离开自己，而是刚刚和自己心爱的男人上了床，这个男人又投奔到了别的女人的怀抱。当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双腿劈开的时候，她是多么相信躺在她身边的你啊！男人是最爱撒谎的，每一个谎言出现的时候，谁会相信是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因为她知道你在撒谎，同样还要去相信你，是因为不想让下一个谎言再次的出现。所以男人，在你们撒谎的时候，不要感觉自己的谎编得有多么的完美，不要认为相信你们谎言的女人太笨了，而是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爱你了。永远不要把这个当作你们谎言成功的借口。女人
等待着你们男人很长时间，我们等待的是什么？是以后希望和你在一个屋子里过着那所谓两个人的日子。当女人离开男人的时候，男人也许会发疯，会喝醉自己，可是在剩下自己的时候，他还是会希望有一个女人在自己的身边。这就是男人，一个很虚伪的骗子。无论他多么的伤心，在冬天玩的时候，他都会希望他的被窝里永远的躺着那么一个人。可是女人呢，会为了这个男人永远的等下去，等了很久，当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个男人才知道回心转意。所以请我们所有的兄弟珍惜一下，在你们身边愿意等待你们的那个女人。我们愿意把自己宝贵的青春化作等待，默默地等待着那个在这个社会当中无论坎坷还是困难都为了女人在打拼的那个男人。什么是爱？爱就是把一个人爱到尾，这就是爱。这首歌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谢谢。